不太谈，有点冒险，但是我们要忙。事不宜迟，谁敢放肆？反正这个我也解不了，这个阵我用坦阵可能也难解，李大侠就不是如拼一波。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被传能点，没有工作，但是一个不错，先决战中。慢慢来吧，这个不用急。我能换的就离优。谁敢放肆？别拖慢我的脚步，曹庆，领命。慢慢来，下回再攻好。不用着急。我已经快要升黄金了，稳住！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吴邪好，吴邪比较有突进度压力。对面的走位出现破绽。那是我们等神瑞吧。事不宜迟，哦，这存了两回合有用，上到好的，自古了，自古不败。谁敢放肆？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谁敢放肆？
曹庆，领命。谁敢放肆？连珠，李优过来。曹庆，领命。延展，出现破绽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用银声。然后二洞杀无血。结束。那他会过来。好像没来不及，好像做错了。事不宜迟。那、哦、我要想一下。不会还有一回。事不宜迟。哇。天游玄月。其实没有接上，康博有点失败了，感觉会被护住。但我要变成直接面对打龙，直接进聊吧。但是他们有两个异常，有点不妙。绝代宗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李大侠就是我，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下面有拉弓状态。我要直接用小雪了，我觉得我直接弄小雪了。帮我这只死了，死前要发挥最后价值。大仙宫，我现在整原地了，所以我就整这样了，只能弄小雪了。哎，不对，弄小雪也不对。不能弄小雪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箫鼓鞭法，再二动 AOE 合，还有动其他人，我要扛住 AOE， 他这一只要补刀。他一定只用这只补刀，我只要扛住 A O E 我就赢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冒险，我也可以把它射掉再补刀了。我可以考虑把黑龙射掉，但最保守的，哎、欸，他居然黑龙还自爆，对，谁敢放肆？
事不宜迟。天摇万象，一样，莽阵的胜利。他选择五，但是我进聊可以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莽阵的胜利，你看。